你不是说我考上大学，我妈就陪我去报到吗？她人呢？我看看。哎呀，是吧？彩印的啊！你们现在这录取通知书可真是高级啊，就不像我们当年，我们当年改革破纸片子，往信封里塞就给你了。楚一涵同学，院长赵凯。哎呀，现在这通知书太正规，太漂亮了。 你坐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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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多不容易啊！你说这高中三年，祝贺你，终于考上大学了，欢迎！来来来来来来，叔叔祝贺你啊！欢迎你进入咱们警察家庭。哎，我问你，我妈人呢？ 你怎么着？你瞧不起你叔了？哎，这才叫男子汉呢！啊！哎，怎么着，这小子，还没谈恋爱呀？哪有时间谈？恋爱都没谈。我跟你说，我让你高中的时候不许你谈恋爱，是为了让你考大学。 现在考上大学了就得开始谈恋爱了，不找女朋友那都不是正常人，知道吗？这点你就不如你叔我了。我上高中的时候，要不干面？我就喜欢上你了。好的，我就开始追了。那女孩你是没见过，大高个儿啊，大长胳膊，大长腿，那跑起步来那个漂亮。每次运动会啊，这5000米。 冠军总是他的，我就为了追他，我也练成。你别看我腿儿短屁股大，我紧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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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就追，我追，追了3年我也没追上。落了个好身体，我就考进了咱们警校。一进警校啊，我就发现有一个师姐挺棒的。这师姐个儿不高。 长得白白净净，像个冷面杀手，但是那学习啊，方方面面那叫一个厉害。犯罪心理，这些动脑子的科目，他都优秀，那还情有可原。可是他这个武功里越野，这个体能格斗啊，他居然也都优秀。你说他能做到我们这些男人情何以堪呀？我就开始给他写情书，结果我这发现啊，全校的男生。 都在给他写情书，哎呀，我也好好学习，我也成为本年级出类拔萃的人。可是直到毕业，我也没追上人家。结果我发现，他进了咱们刑警队，我毕了业之后，我就追随他，我也进了刑警队。然后我们就一起抓西北。您说的是我妈吧？ 结果他就失踪了，我呢，就成残废人了。叔，您也承认我妈是失踪了，是不是？
别难过，孩子。我感同身受。我妈还在他手里，我要找到他。找到他又怎么样？还愿意见呢？你现在的样子吗？叔，你能活下去，比做警察更重要，不是吗？他会放我走吗？只要你配合。我现在掌握了所有的秘本，一定能够说服他。我知道的太多了，他不会放我走的。叔，你相信我一定有办法的。你只有活下去，才能继续照顾孟姐姐他们，不是吗？我像你一样活。我对得起这身警服，我最好劝你一句：悬崖勒马，回头是岸，不要再往前走了，你再也回不来了。叔，我求你，别放弃，你只有活下去，才有希望。你放屁！我最后一次替你妈妈劝你一句，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小王八蛋。叔，来吧。叔，你别逼我了。叔，别逼我。叔，你去找我妈妈，我天天现开干什么？时间不等人，必须赶在警察到了之前拿到我们的东西。拿到东西，你们母子很快就团聚了。我妈到底是谁害的？我害的，也是我救的，所以她
才活到今天。要说起来，这是一段很长的孽缘。我要是敢说，你敢听吗？你来看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上车。掉头。离墓园还有多远？4公里左右。段青，什么情况？不知道啊。我们这已经提前到了南墨镇，不是惊了吧？你带人继续去墓园部署。明白。南墨县最西侧离边境线不足6公里。我已经请求边防支援，不惜一切代价，绝不能让裴银的团伙再逃到境外去。往南1公里左右有一片没有地图标记的空地，那就是我家的墓园。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老枪的仓库和沙漠虎的遗产被安排在同一个地方，说明江九平已经掌握着这两笔财产。以他的作风，那么好东西都给毁了。沙小飞现在被警察抓了，那个小子没你骨头硬，如果都招了，那么现在警察就应该锁定南墨镇，那么安心墓园就成个圈套了。知道他骨头软还让他去？投石问路到底是不是圈套，得有人跳了才知道。如果大唐能够得到消息平安回来，那是最好。要是回不来，看来这5年我又是竹篮打水了。如果是那样的话，我就只能跟上回一样带着你妈妈躲到一个谁也找不到的地方。你们是要挖我妈妈的墓吗？很抱歉，这里边可能藏着非常重要的东西。下车吧。又换车？那儿。
太君，他们进套了。段晴，我们有人质在对方手里头，先盯死目标，不要轻举妄动。是。姓裴的，你耍我！孩子，我想请你再给我帮个忙。给汤永忠打个电话，让他给我开个绿灯。如果今天我和大唐都栽在警察手里，你就永远见不到你母亲了。如果大唐带着宝贝回来，咱们爷俩平分。我说话算话。喂，喂。太君，是我，我找到我妈了。你追到我叔的追踪器，那是裴莹的位置。你给我点时间，现在我去找我妈。程凡呢？我叔已经牺牲了。太君，啊，没事吧？
怎么样，老大？你看，东西已经在路上了。对，正在装车。太好了，准备出发吧。他们不敢拦你，等出了边境，咱们就自由了。好的，老板，收到。兄弟们，加快速度！太君，他们拿到东西了。再坚持一下。这罪就受到头了。上车，走。举报电话，你还记得吧？果然是你。我麻烦你个事儿，让你的手下把路给我让开。林警官现在在我的车上，把路让开。我要跟他通话。好，稍等啊。说句话，咱们就安全了。放心，说句话，你张张嘴。咱俩的命就保住了。林哥，是你吗？师父，林涵，林涵，师父，还有句话跟你说。太君，是我，我妈在前面车里吗？在，让我去跟她谈谈。楚阳涵。活着回来，段青，什么情况？太君，一涵跟着裴英走了，跟着去啊！站住！要我跟他说句话。
保护。我快要从北走到黑，我要人们都看到我。杜少爷，队友，少爷吗？队长，放下！队长，别管，别忘了你是个警察。好样的！太君，侦察员立刻出一函，顺利完成任务，提升归队。我等着有一天回头，多年后爱是你牵我的手。哎，你看，相信爱永远值得等候，让感应带我向你走。我等着有一天醒来，在身边相偎里。老爷，我妈呢？你妈去南川了呀。她什么时候回来？她到底什么时候回来呀？妈，谁呀？妈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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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住口！妈，我是遗憾。在等着重逢时候，儿子，花却已落满了，我们爱你。小婉，穆院长的事之后，我们再也回不去了。等到芥蒂消除的时候，你肯定不会再恨我。到时候，你会有很多话想对我讲。不用难过，也不许遗憾，因为我都听到了。我也会有很多话对你讲。你也听到了，对吧？咱们说我喜欢的第三个女人，她呀是个医生，你没见过她啊？你要见着她了，你绝对你也得喜欢她，你知道吗？她这个人呢，她不是美，她是美好。我呀，
我是看病的时候我认识，医术高，心脏科的大主任，对病人还体贴入微，这人他也温柔。我活了这40年，我都觉得我没白活。我原谅了所有这世界对我的不公平。我为了追他，我专门把我这个合同医院从原来的医院调到他的医院，我就找他给我看，我哪怕让他给我看死了我都乐意。哎呀，可是天公不作美啊，刚离婚还带着个孩子，现在啊正是这个恨天下的人的时候，对我是不冷不热，不热不冷。我就想问问这老天爷，你说你个小娘们儿，你恨男人，你怎么就恨到我头上来了呢？什么小娘们儿，用词文明点。我就说小娘们儿怎么了？我就说小娘们儿，小娘们儿怎么了？小娘们儿把酒给我倒上。说说。嗯，小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刚跟这孩子正夸你呢。快快快，叫小婉阿姨。哦，叫小婉姐姐。小婉姐姐，你这身体还喝酒，心脏要不要了？我很能喝是不是？来，我跟你喝。来啊，小婉。别，咱不这么喝。哎，不，对不起啊。从今开始不喝酒啊。不是，我不喝酒。这可是一段太长的孽缘了，你敢听吗？我第一次见到老七，就深深地被他吸引了。从一开始，他基本不正眼瞧我，可越是这样，我对他越上心。也就是因为过度关注，让我从他身上发现了破绽。我一时手软，就沦为了他的同伙，所以我没有当场处置他，就成了给他的把柄。来吧，如果事后我再揭发他，他就可以同时把我也拉下水，从那个时候我就知道坏了。我想不住他了，我把大堂给狠狠地教训了一顿。从那时候开始，他就再也不能说话了。这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：为什么古代那么多昏君，好话歹话都不听，宁可错杀了那些忠臣。
也愿意让那些妖姬弄得国破家亡，因为他们控制不住自己。生日快乐。后来古木兰怀疑内部有鬼，逐个派上。他知道老枪早就对古木兰心怀不满，就顺水推舟，联合我做了一个局，借着老枪造反，把所有的事儿都推到他身上。阿库是不是给你看过一张照片？那是我故意让周记拿给古木兰看的，可是没想到周记居然没有停止调查，他弄了一批货，设了个局。你妈妈差一点就上当了，而挽回的唯一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死，最好是死在我的手里。四叔，也不知道到底谁是鬼。东西呢？你说的是这个吧？林小姐是谁杀的？这还用问吗？她从来不用这种匕首。人是你杀的吧？可不敢胡说八道。你说过，得不到就把它毁掉。他既然出现在这儿，就有可能是鬼，宁可错杀也不能放过。我看这样吧，咱俩一人一半，拿回去之后你可以交给老虎，也可以自己好好琢磨琢磨。说不定哪天琢磨清楚了，就不用再舔着脸倒插门了。老七这事儿我认，自己钟爱的女人死在自己手里，不是件很浪漫的事儿。老唐，来吧，给我拍一张现场犯罪图，让小鸡带回去跟古老板有个交代。可能是用药太猛，他高位截瘫了，不说不动只能动动手指头打字。我知道你手下不方便，你只要把破译密文的方法告诉我，其他的交给我。求了他三个月后，他终于和我达成共识，他答应帮我破解密文的内容，我帮他举报古木兰，消灭西北狼。我按照他教我的方法给警察发了一条加密短信。我没想到
木兰在周琦的安排下居然提前跑了，这说明你妈给我的加密方式是有问题的，她可能是怕我掌握了全部的加密规律之后会直接解开密文。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胡木兰在回家的路上被三省警察联合围剿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到底是谁举报了他。五年前警方收网，为什么别人可以成功突围，只有你爸爸不围堵啊？想知道你爸爸在哪儿吗？身边人按照他的遗嘱把他的尸骨放在了狼群出没的地方。在墓园缴获的沙漠虎遗产确实价值连城啊，但是在我感觉中这树木沙跟我想的还是有差距。从我第一天入职您就教我不能凭直觉办案。请进。抱歉啊，你进来吧，我这要走了。古琳娜，嗯，你上个月上墓园你跟谁讲过？我姐姐。怎么了吗？没事儿，你们聊吧。好久不见，古小姐。多久啊？27天。
天的醒来，忙碌依旧，缓缓越过山峰。